自己吓自己，他们都在沉船那里啊！臭牛，过来！哈哈，气死！吓死！是牛啊！乃是牛。他不是说掉死自己，说掉落。哇，他们的血量哇！哇，他们怎么找到彼此的、啊？那么多的，嗯，就沉船那里啊。我这边都有那个很多石头。好。哎、欸，工作台。哎、欸、呀，没事、嗯。有人需要十字瓶吗？我可以帮忙做。要。磨屁哦！等一下，我砍你。气死！哇气死！前面有两把实剑，二十二十二十。他们在哪打起、啊？要不要？我想说当战地记者，站前面一点看。在哪里啊？会不会在村庄啊？村庄，先往村庄那里走吗？对啊，慢慢走过去好了。慢慢走。哎呀，我天！村庄里面了，笑死！哈哈哈哈哈哈哈哇哇小心不能乱亏耶不乱亏哎有有有有哎、欸、我附近有你确定这怎么可能是铁巨魔了吧啊羊羊是羊但是附近是羊羊觉得委屈你看每个都纯血他们全部在村庄啊哦哎、欸，这个内心很烦啊！哎、欸，没事没事，他们熊在村庄，不是，反反，有人了，不是，反反被铁军我打死了。哎、欸，我刚刚只是随便挥一个而已，我就被打了、欸。没关系，没关系，反过来讲，我听眼兵对不对？来来来来来，他们人呢？我跟你讲，你前面那个甘草捆，绿队都在甘草捆那边，然后那边有一只铁魔像。好，反正铁哎，等等，红队在你们旁边，来，那个巧克力，你先不要动。好、啊，对你的右前方，你们看到东西在飘，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哦，看到那个山坡上，对不对？对对对对对，那边他们三个红队三个在那边，那绿队可是我们要小心边界，我先看一下边。绿队在那个甘草捆那 啊，他们在边界是那个离开村庄了，嗯，就这边吗？对，往这里走。不然我们边走边看，他们有往我们的方向走啊？没有。那我们先来这里，因为红队没有天眼兵。哎、欸，哦，这都是动物吧？都动物，都动物，不用怕，不用怕。他们都不在这边，都是可爱的小兔子。很可怕、啊！要最安全，最安全区，所以他们一定要从那里来。对。那、哦、我们就在那边偷袭吧。对，反正你看我，反正我们就面向村庄，他们有人来你就跟我们讲。好。我们这边也是安全的，你们对面岛上。对，就是他们红队现在打木头。对。就在杰瑞，你在过去那边啊？他在我们刚刚那边啊，我们刚刚的地方在打木头。我们刚刚那里是不是？对，所以是反方向。我觉得绿队可以先打。绿队来了，绿队来了，绿队来了。绿队在前面那个在动的。看不出来。你这是土遁吗？对。他们在附近吗？在走了，在走了，在走了。他们绕过那个你的土遁了，走在那个最右边的现场。我面向这里，左边还右边？右边，右边。透过现场要游泳了。哎、欸，杰瑞在那边，杰瑞他要上去了。我看到了。对，在那边。在我们之间。那个是江江，那个是江江，那个是江江。上岸了，上岸了。怎么都没看到有杰瑞你在哪吗？哎、欸，小心你们的旁边，酱油，亏。这样小心哦，这样小心哦。不要拿武器，不要拿武器，不要拿武器，但是附近是杰克。哎、欸，巧克力后面，巧克力。你不要动，巧克力不要动。好，没有，我现在在角落。好，我这样面向。好，右前方。我看到，哎、欸，我们正前方，我正前方。没挥到、啊。他们在打了吗？好，现在我们都安全。现在红绿打起来了。啊？红绿在草，都没看到。红绿包，他们在草地上，前面有木头的草地上，他们在前面。在我前面，在我前面。好，红绿大战，过来，我们也要战斗啊！走走，等你们。可以啊，可以啊。好，嗯，我看到上面有一个粒子，都在草地上哎、欸。对，都在草。这里是什么、啊？这里、欸？等一下，有安德，有安德，安德隐形低头，低头。
靠，靠近水，靠近水！我不看，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他，我很害怕。没事，没事，没事，他没有，没有听到那个音效，没有音效。因为安德白天、啊、白天不会伤害人。可是看到他对，我看到都在草地上。对对对，打在、哦、打铁剑，他妈铁剑跟一把木剑在打。去打去打去打，那些都残血的，去打去打。好好好，好好，我绕他。他们打起来。好、哦，在附近哦。河岸边没人吗？不要打草，要打草。小心边界，小心边界哦。哎、欸，很怕那个被压死啊。好，你们还是保守一点好了。我觉得这个画面还好，我早点死。等一下，哈基躲在树上啊！我看到上面有人，有，空手打，空手打，欸、差一点可以，你屁股，他们都在你屁股后面了。我这里，有一个，砍他！哇，好刺激，好刺激！然后一个被压死，你被压了，哈基在后面，哈基在你们后面左前方。哎、欸，他好是是好闷死了，闷死了！剩陨月，陨月在树下。哎、欸，在好、啊，还有露米，拿起来！在那边，你们中间。对，好快，快点了！这个是什么？莫名其妙，原来是莫名其妙的吗？杰瑞好强，杰瑞你超强哎！我们到底玩了些什么？中间。这超好看的铁魔像啊！我也站在铁魔像旁边的。哎，不是，我就是看到效果，就只挥那一下，就被打死了。就只有那一下。我们才一直在叫小绿，然后你，发现你怎么也是？对啊，为什么会死？所以我们才站在那。不是，我说啊，那你们站在旁边好了啦。原来这个模式活下来是莫名其妙的。然后你们一开始不是打起来，我们那边因为一堆动物，我们想说，哎、欸，有敌心，有敌心，到底怎么回事？不是打起来，我们附近怎么有敌心？有兔子。然后就听到，哦，对，我就说，哎、欸，附近有人，然后就不对啊，哦，前面超神奇，我要打死这头牛，超气，哎、欸，等一下，我裤子湿掉了，我去换个裤子。这谁？好，精神衰弱，真的，太可怕了！哇，隐形苦力怕！哦，这是毛屁啊！爆了！哎，太可怕了吧！隐形苦力怕，我在石头里啊！哎呀！笑死！爆了！哦，爆炸喽！哦，好多只哦！快跑！谁知道在哪？哇，鱼，你身后好多啊！小可力啊！太夸张了！啊，鱼里面超多、哦。死掉的世界又完全不同了。好可怕！哇！跑起来！哈基，你好快哦！哈基，你超快。我起来！哦，好可怕哦！等一下，哇、哦，等下，怎么都是命之相关？你安全，停下来！我觉得八九听到声音了，八九。音乐，你身后，往左边，左边，绝对安全啊！好可，没东西，真的啦。音乐操作小粉丝，对啊，隐形的小粉丝、啊、凋零，等一下我看到凋零起，凋零起飞了，这个人我绝对安全的，绝对安全的，凋零不会赢。凋零在哪里啊？哇！啊！对，哎呦！叶妹，我胖的我完全看不到啊，哎，很忙，超透明，超忙。我在这里。下一场，刚沙漠这么多、哦，死后的世界完全不同了。死后的世界一片光明哎、欸！哇，云月你开天眼了，简直是袭击啊你！太夸张了！我的裤子好湿啊！什么东西？没，因为我你的裤子，我那个我的那个啊椅子拿去刷一刷，洗一洗。好、啊，还没干透，可是两天了啊！你要不你玩到裤子都湿了？对啊，怎样？他应该是吸在里面了。对啊，就是那个海绵吸在底，然后我的那你就用个毛巾，然后是那个体重压着它就可以。对，我正在用。
然后内裤好湿哦，天啊，烦死！我刚玩到一半觉得好冰哦，好湿气，好冰。玩到一半以为自己漏尿，是没有到以为漏尿啦，还没到那个年纪啊，快了快了。那个应该会热热的哦，没有像这样你经验这么老道啊。哦。我觉得我去上个厕所了。行，你也发现湿湿的了吗？是想上厕所了吗？怕露出来。到这个，我想要玩什么嘞？正常的，正常啦。哦，你放松心情了，好不好？放松心情一下，水雞爆炸就只有背叛者而已。哦，上次你没有参加到，对不对？嗯，就是你预估惩罚会改成随机有烟火在你脚下引爆。哎呀，啊，随机爆炸，好恐怖，随时爆炸，炸起来！公布时间，有一趴几率。然后影月上次就一趴几率连续三个啊，太开心，超开心的，好爽。啊，还有金头颅，好不好？这样都可以尽情打。嘣嘣嘣！他说：“你看队友血很少，你也可以吃他，好不好？”对啊，哇，可以打哇！不行啊，等一下同队伤害开启，等一下那个背叛者又来了，就背叛者就直接上去了，是要背叛者吗？有啊，对，有背叛者，没有同队伤害，没有同队伤害，背叛者，今天好弱智，背叛者啊！哇啊啊啊！啊岩浆桶是什么？岩浆桶就是一人一桶岩浆桶。啊！哇哦！哇哦！会伤害哦！没有同队伤害，岩浆桶保护物理性的同队伤害。没有，那是保护，这是保护，合理合理合理。嗯，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可以换成水桶。嗯，可以要求换水桶，我觉得我会烧到自己。11月14，好好好。就被自己烧死了啊！水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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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桶啊！水桶 ，water block 啊！一人一桶水桶，好不好？你要好自己去捞岩浆也有，地表就可以看到了。好，好，那就来喽！随机分队。分 go， 背叛者十分钟启动哦，20分钟，好，可以，可以，折，开场20分才缩圈哦，所以慢慢来，没事，好 go， 好了，我们自己下去了，不是啊，等一下，我自己下去，我在弄裤子。嗯，门当，对吧？好，对啦，因为三个啊，三个背叛者在弄裤子。他不是说随机吗？随机一个队伍可能有两个啊？不会啊？有啊，上次就有一个队伍两个。没有，上次说的好像就是说那个，因为我们以为是人数少的队伍哦，就不会有。对，然后后来就说没有，是每队随机。嗯，但应该会是那个啊，因为按照过往应该是每队一个。嗯，没关系，他不是说就是我们刚刚好每次都是对巧合，没关系啦，那就来喽，好，站起来。不是啊，我有拿去给太阳晒啊，杀那个我的椅子啊，也有拿电风扇去吹。没事没事，哎呀，吹不吹？噔噔噔。It's OBS， 阿纪挤到我，阿纪怪怪的，阿纪刚刚把我挤下来。阿纪，对，我是。对对对，我就是啊，好，我是，对，你们不要走太远嘞，等下我才可以躲。我要让你裤子湿湿的感觉。繁星让我湿掉了，繁星让我湿掉了，不能只有我湿。繁星让我湿掉，他一定是好人。好，是这样吗？是啦，坏人他就会烧我了啊，对不对？对啊，保护我。是，你这会摔伤啊！我现在要提前摔下来。还有七秒，来。我是背叛者，你好，背叛者。不才拿去啊？好，背叛者。难怪感觉你的味道不一样。味道是不是？什么味道？什么味道？有一股瓜味。
我要做事了，我要做事，我要做事。还没十分钟就要做事了哦。他在挖我，他在挖我。他没有，他在补你，他在补你。我把填满出去。我让填满，填满。能够填满我的不是你。不然是什么？你一定要讲吗？一定要说这么明白吗？你要说出来吗？我结果游出来了。咕溜。哎呦，有洞穴，去逛啊！好，哦，我这边有洞穴。你的洞，你的洞大吗？哦，超大哦！哎呀，哎呦，那我们一起参观你的洞啊！好，我也想看看。这里容可以容纳四个人啊！哇哇哇！这么厉害啊！几人啊？你躲你过去了，你干嘛？你躲了？够啊！你是在哈基的洞受伤吗？哇！不是，哈基有去过你的洞。对呀、啊，哈基的，你为什么要逛野生的洞？有哈基的洞不逛？哈洞在哪？对啊，哈洞在。我想说你在哈基的洞受伤，那魔力宝贝是有个哈洞，没错了。是啊、喔，对，要打兄弟。没有铁，可以搜寻魔力空白哈洞，就是哈基的哈洞穴的洞。所以哈基你在哪里？那哈洞里面呢？有蝙蝠跟蜘蛛。啊、这个吗、啊？这里有一个洞哦，是这个洞吧？是吗？哦，這裡洞很大呢！哇，哈基的洞好直哦！哇，又大又深呢，还有铁呢！哈基好大、啊！哇，我往你脚下了哦！等一下，对不起，不是，不是。误会，好，误会，好好，哎，哈基，哎呦，可以了吗？不行，不行，不要彼此受伤。你听我解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不行，我知道你一定是，不是间谍，间谍，哎呦，哎呦，我跟巧克力之间的间谍。我嘴巴这样说，可是我觉得法金刚刚没有问题啊，他只想验一下你啊。我先炸一下、哦、你结果哪知道炸太用力了、啊、炸一下你的身份然后你反应都那么大、啊、哇哦哦哎间谍我现在先验一下啊那等下验到的是四档的话后面八号哈八号是谁有铁蛮多铁的哎啊你们又怎么了？我在做东西，他把合成台挖走。哈基，没有、啊欸，怎么了？有问题？下面有苦力怕了、欸。小心，小心，先做那个瓦门，都盾牌先。有啊，我刚是要做盾牌下去了。你们那里洞还下连绵不断吗？还可以往下、欸，还可以往下，可以到十二指肠。哦哦，这么那你有清肠吗？你有清一下肠胃吗？嗯，等一下哦，他现在有点胃食道逆流，听到没有？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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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可怕，有点大声的咕隆一下，哦，逆流的可怕。来来来，有人肚在叫，有没听到？杰克，那个有那一道可怕。结果你要去哦，我在挖铁，我在挖铁，我要跟你们兵分两路。哎呦喂！哎呦，挖要小心爆炸哦！哎、欸，好，你是挖最下面那一条吗？哎、欸，你越来的啦！哇！好、哦，哇！他们来了，他们来了！哇！哇！哇！快出场了吗？哇！不叫做、啊、你们都、这个、不对啊，这个人不对啊，怎么可能？哇塞，他们三个人呢、欸？对啊，我刺都砍到了，可是哇，有金头颅，对，他们整个吃饱饱啊。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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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是谁？他们有来我这吗？我看不到你在哪，没有，你很安全。我想要笔直往下了，他们是超火把了，看到人。那个哈基，我要走了，我自己好好打你的地方啊。好，太快了吧？没关系，我巧克力，我指引你。好，
好，那我自己好自己挖。可以啊。你目前可以垂直往下挖，没关系，很安全。不过我说停就要停，因为你下面有岩浆。好。他就想要找什么比较多？我先弄好全套铁。你应该也没有要进。我帮你注意敌了，先帮你注意敌人就好。好好好好好。等一下哦。好，你可以继续挖，继续挖，继续挖，继续往下。这个我再往下会不会？对对对对对，没事。我说停就要停了哦。等一下会挖到一个小洞窟，不会摔伤。你挖到金就要停了，挖到金就要停了。对对对，然后你再挖下去就一个空洞。哎，这一层。好，这边梯子，梯子往下挖。对对对对，这样子挖。另一边。好，你回头，你回了啦。等一下，左边有苦力炮。好。你这边都岩浆，好，等一下，等一下，往前直直挖。好，这边先休息一下好了。哦，那我们就算你是间谍，我们要团结一条心。你出去之后右转有铁，有什么铁？出去之后右转有铁。哦耶，好，有铁。他们没有死人，所以他们应该抓不到我位置。哎呦，三分钟被困住。哦，你右边很多铁哦。哎呦，哎呀。对，小雨受了伤，小雨就受伤。小雨去死吧，小雨去死吧。你脚下，小心脚下哦。嘿 ，OK OK OK。怕很多怪而已，没有怪。这边都是铁。哦哟，我看到钻石，哇，四颗，哇哇，nice 啊！你会是好人吗？哎，好多怪哦，怎么会这样子？刚没有，你相信我，刚做的没有。没关系，他应该是那个刚重生的三只。哎，我去！我靠，吓死我！我也吓到了。哇，我们现在又有钻石，又有钻石，好好，我帮你记一下位置。我先回去拿。底下那边吗？他这边有两颗。对你那边 okay. 那边一颗，对，我这边有四颗啦。Okay, okay. 对，这边四颗，然后刚刚巧克力那边还有四颗。阿哈进，你 OK 吗？好，万一啊，可以，很可以。我们一个帮一个。嗯。一颗我再往下挖，会挖到洞吗？等一下，我看一下啊。会，目前是没事，但是等一下会挖到岩浆。目前的没事，等一下岩浆 ，OK。对。我觉得等我们有基础装备，也可以去突袭他们，杀他们个片甲不留。好。你是炸队友吗？